成为一个像蔡徐坤这样成功的偶像，需要以下几个方面的努力。一、才华。蔡徐坤是一位综合实力出众的偶像，拥有歌手、演员、舞者等多种才华。你需要有自己的特长，比如唱歌、跳舞、绘画等方面的才华，才能吸引人的眼球。二、培养个人魅力。蔡徐坤有着独特的魅力，无论是歌唱还是舞蹈都能够吸引人的注意力。你需要在自己的行业中不断磨练自己，通过不断提升个人魅力来吸引更多人的关注。三、善于营销。蔡徐坤是一位行销能力很强的偶像，他通过各种社交媒体的宣传和营销来吸引更多人的关注。你需要学会利用社交媒体，通过发布自己的作品、生活照片等来吸引粉丝的关注。四、刻苦努力。蔡徐坤一直是一个非常努力和勤奋的人，他在训练和工作方面都非常认真。你需要为自己的目标付出足够的努力和时间，才能实现心中的理想。总之，如果你想成为像蔡徐坤这样的成功偶像，就需要不断努力，通过自身的才华和魅力来吸引更多人的关注，同时要善于营销和持之以恒的努力。